我告诉你，我儿子远一点。查爷，你不要再叫我。你好好的在飞林待着，要是让我知道你再去博曼骚扰我儿子，我绝对对你不客气。查爷，当年你嫁给我爸爸，我也是叫过您一声妈妈的。 在我心里，你跟我哥都是我的亲人。出于对长辈的尊重，今天这杯水我戒了。可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了。陈阿姨，您什么时候能够醒一醒啊？您这么做最累的只会是我哥。您好好看一看，我现在有一份特别体面的工作，我可以。 以后啊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子瑜，你以后啊要和阿姨、哥哥好好相处，知道了吗？哦，来，子瑜，尝尝好吃吗？想吃什么，告诉阿姨，阿姨给你做啊。妈，林叔叔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我会照顾好我妹妹的。 你以后啊，有什么喜欢的就跟叔叔说，叔叔啊给你买。谢谢叔叔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玩啊？哇，这还能转哎！好玩吧？好玩，这真高级。好好就好。爸爸，我要气球。子瑜，对不起，爸爸只顾给哥哥买礼物了，没给子瑜买。现在呀，爸爸就去给子瑜买气球，好不好？ 我要粉红色，爸爸给我买。好，粉红色啊，爸爸呀，现在就去给子瑜买。哎，卖气球的，等一下，卖气球的，稍微等一下，气球。抱歉，请节哀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。 我不要气球了，我不要了。我都够倒霉了，我妈，你别哭了，你别这样吧，我告诉你，干就是个扫把精，你离他远一点。妈，你别这样，妈，你别这样，妹妹了，妈。妹，哥哥来了，别害怕啊，没事，有哥哥在呢啊，哥哥保护你，哥哥保护。我不是坏人，我不想害死爸爸的。嗯，哥哥知道，哥哥都知道。 你这蹭车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？我这叫环保，就是懒还环保。我爸妈说哪儿新开了个洗车行，搞特价，把车开回去考察性价比吧。叔叔阿姨还知道性价比呢，这折腾来折腾去，省油钱又折腾回去了。管他呢，别折腾我就行了。我好不容易谈这么好一女朋友，别回头又给我折腾没了。哎，凡凡，哎，啊？ 哎，行行行，我现在过来啊！哎，叔叔，咱们家有点事儿，车借我，回来见啊。
才妈妈来找我了，你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聊聊。一直占线呢，樊总，现在石总联系不上，拍案的事儿只能你来定了。还有子瑜，能不能让他把之前手里的活忙完了再来一组？我现在手上只剩下湖心别院的项目，流程都已经定完了，主持人也已经按照对方要求的找了电视台知名的主持人，到场的交响乐团也回复说没有问题了。现在现场的流程是已经装台完毕。哎，对了，那边的老总说让我们给他准备发言稿。我这边也已经跟对方确认定稿了，现在只剩下是在现场盯一下流程，没什么大事儿。湖心别院的典礼就在今天下午。你一个人盯完整个流程没有问题吧？没问题。行，郑姐，你把需要史维松拍板的项目赶紧给我送过来。得嘞。我真不该把车借给他的，今天早上还信誓旦旦跟我说，说要一起竞争老总的位置。就我现在就玩失踪，石总就是这么跳脱。那我先去忙了，去我去了，搞不定找我。嗯。子瑜，辛苦你了，明明能在一组享福，还回二组帮忙。这有什么的，齐哥。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把我叫过去，以我的能力去那儿也得多学习，我又没有玉莹姐那么能干，而且我是二组出身，所以我肯定不会忘了你们，你们也不许忘了我啊。不能，这不还在同一个屋子吗？这不还同一张桌子吗？以后二组有活动随时欢迎你参与。嗯，还挺舍不得咱们组的。舍不得你就别组了呗。